熟吗？很烫，就感觉透明的你会吃到红薯味，根本就没有。我要来讲关于蘸料这件事情，我就是蘸的醋跟辣椒，他们都是传统麻酱，但我觉得最好吃的吃就是撒盐巴，我就是一个热爱把所有肉撒盐巴吃。通常我会自己带盐巴，但这边有盐巴，太多了。打盐巴是最好吃的，非常咸。啊！我的声音要坏掉了。今天看到不小心，他们有小笼包攻击，所以可以来火锅攻击。